中医院外圈转人，很猛的。但是你要把握好大招的外圈，你外圈掌握的好的话，中医院伤害真的高。主要他那个动画跟他那个，就是你他那个动画效果跟他那个技能实际生效的效果不一样，这是比较气，你知道吗？他敢选伽罗，我一锤必须让他爆炸。就闪现嘛，闪现一锤，极限输出，乖乖。怎么这么多人玩黄刀流啊？为什么还带受力？基本上都会出个反甲。黄刀有必要吗？这不都是红刀打野吗？我觉得带闪现好一点嘛，带闪现好切一点。哎，我是对抗路啊，好烦呐，这人。龙王工具流，把我逼去打工具人了呀！哎呦，头疼！小芒哥边路是这么反呢？这鬼人，把我又逼去打辅助了。你看你在玩什么呀？啊，我真的是烦，我带了一身肉铭文，然后这个人又要去。我带着肉铭文啊，我锤不动人的。这也不实话呀。真的是，你要打边路就打边路去啊，凯。心累。哎，看着可怜。
开心吗？顶着个陀螺。我带着输出命文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他大招要好了呀。你现在不补输出，我也锤不死他。我要补个输出才锤得死他。OK，OK。阿星，配合一下。等下我上的时候你开大好吗？阿星。OK。我黄刀。阿星稳住。主要我带错铭文了，等下我呼唤你，你就按大好吧，阿星。OK OK， 我马上打到也好了，这把就靠我们两个配合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现在还。感觉没有杀他的机会。你稳住，你稳住，你这个血量要不回去吧。啥？阿星，别挂机！完了，阿星要裂开了。我准备切入了，星，能保我一手不？我要奋不顾身了。撤。完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不行不行，你等我吼的时候你再开。你别急，我一三技能进场，你按大招直接毁天灭地好吗？等后期打团我们俩无敌。 You know， 稳住稳住，完了，你急了呀。乱杀关羽，
稳住呀，阿星，还没开始配合呢。你怎么直接裸帽子？直接回响呀！完了，我倒了。这个伽罗反应挺快的，稳住，稳住，守波塔，守波塔，等我活了再搞。什么？你怎么看到小班倒了后这么开心呢？你怎么乐起来了？稳住，等一下我一三技能进场，你秒按大招，绝对起飞，好吧？有大了，啊，算了算了，有吗？那算了，我们一等我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小的意外，你大招稍微有点慢，搞颗冰心。好吧，搞个冰心，搞个冰心。可以，我已经看明白了，伽罗不会。不是特别会玩，好吧，他不知道关大招，我们这把还是有翻盘的希望，你切莫急。阿星，听我口令，大星，牛牛牛牛牛牛牛，哇，嘎嘎乱杀，星，无敌了呀，这波都锤翻了，小心，别，走，阿星。走走走！我直接起飞，是不是？我这个配合没话说吧？是大仙啊，可以试，可以试。嗯，是的，看来被你认出来了，阿星。阿星，这波还是得靠我们配合。什么？别急别急，阿星往后撤，等我等我，我等一三技能进场一样大。听我口令，星，按按按按，牛啊，兄弟！完了，只剩我一个了吗？真的只剩我了，我不行了，完了，我顶不住了，好像我只能切两个 C 位啊。你看了一下我们基地要爆炸了，别看了，爱你，好吧，你再看基地真的炸了。是的是的是我。哎，你小心啊，救你救你，可以打可以打。阿星小急了一手啊，撤撤撤，稳住稳住，稳住稳住，别打别打，
那个赵云我锤不动他，我搞个碎金锤锤他，完了完了，好痛啊！他们这伤害，哇，好推，哦，死了，没办法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？嗯，不是我们这边不一定有主播，对面就会有啊。完了，卡要死了。哎，好痛啊！他点我，首先。嗯，等阿星一大，我直接让对面射手爆炸。等，你听我口令，好吧？我知道，但他好像有闪现，稍微等一下。我知道，这别慌，好吧，讲究一个一击必杀，先把线清了，等他们冲台。哎，那边别站着不动，走，完了。行，那只能等下一波了，撤。我蒸发了，兄弟再见，阿星再见，拜拜。阵容太奇怪了，有点支撑不住，兄弟们啊！别人五个人整整齐齐站一排，看来要爆炸了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